2023远雄房地产纪元创立行销 SAP 表扬大会，员工入场报道使用蓝讯线上自行报道系统，并以留言卡片轮播系统作为活动开场热身及迎宾互动。员工现场拍摄的照片透过快拍印列印出来，创造与众不同的活动体验。当员工来宾抵达活动现场，只需以手机扫描 QR Code 进入线上报道平台，输入员工编号即快速完成报道。系统依据企业主视觉客制化设计，客制化背景图及留言框，员工不仅可以拍摄照片，还能留下此刻的心情与祝福，形成一张照片留言卡片。留言卡片照片将及时上传至大荧幕轮播展示，每位参与者都能看见彼此的喜悦和祝福，增加活动的娱乐性和参与度。除了及时上传大荧幕轮播，还可透过云端技术的传输，立即将照片列印出来。最后，所有人的照片汇聚成一个主视觉蒙太奇拼图，营造更加纪念性的回忆。